我们要去拉里镇的医院，好多宝宝出生了，看着他们出生的感觉真好。好的，带给妈妈们吧。嗯，眼镜有雾，稍后清理。宝贝们跟我来。恭喜你们，宝宝们很健康。菲奥娜，这是你的。茉莉，祝贺你们。你不觉得他搞错了吗？嗯，交换吧。下午好。嗨，我们想领养孩子，这里有三个宝宝，给你，好好照顾他。太好了。拜。我们也要领养。好的，给你。哇、还有一个女孩给我吧。Yes。三胞胎找到了家人。我的眼镜呢？应该没有看错吧？建纸板圆圈，缠绕底部并做环。南希很穷。亲爱的，到家了。小猫是你的好朋友。哦，放在哪呢？不能躺在床上。哦，妈妈绊倒了炉子。有了，用想象力和技能创造免费的摇篮。好了，宝宝有床啦。妈妈摇晃宝宝哄他睡觉。第二个孩子很幸运，来到了富有家庭。把宝宝放入神奇摇篮，女孩躺着时穿上了金色闪光服，将牙签涂成金色，小公主的权杖。她现在是富裕家庭的成员，她只在豪华婴儿车里。富人的豪宅地板上都是钱。妈妈把宝宝带进屋，放进金色的婴儿车里摇晃。等等，我马上回来。这是礼物。他去哪了？嘿，格洛里，你在哪？宝宝很勇敢，他驯服了一只猎豹。妈妈，我在骑马。他真可爱。待会儿再骑，过来。我喜欢它，嘿嘿。清空推针盒，去掉标签，涂成银色，看看里面有什么：镶有宝石的奶嘴、银色的奶瓶和昂贵的玩具。钱从天而降，富有宝宝只用最好的。富裕家庭出现了混乱。宝宝醒来开始大哭，童话故事也没有用。亲爱的管家、yeah. 宝宝需要帮忙。 OK， 过来，都在这里了，奶嘴、奶瓶和玩具。喝吧，宝贝。管家，美元纸巾。好的，现在拿玩具逗宝宝开心，宝宝不能无聊。是的，夫人。萨曼莎吃饱，在妈妈的怀里听着玩具声睡着了。贫穷家庭的女孩长大了。嗨，我是特蕾莎。喜欢熊吗？我一直想要。将图片附在纸板上，勾勒轮廓并复制，用眼线笔画轮廓，缝起来，塞满棉花。拿着，亲爱的，我很喜欢小熊。贫穷宝宝长大去上学，啊，艰难的一天，该写作业了。那是什么？卡片。嗯，给女儿的礼物。妈妈知道我想要泰迪熊，但我们没有钱。这是她自己做的，真可爱。给他吃剩下的华夫饼。
小铃铛涂成银色。添加手柄方便呼叫。叮咚，亲爱的，很晚了，听完故事就去睡觉吧。可是妈妈的故事很精彩。啊哈，妈妈，我不想睡觉。叮，管家拿热牛奶和饼干。好的，小姐，我去铺床。但温牛奶没有用，宝宝还是精力充沛。耶！哼，铃铛，叮，你想要什么，小姐？嗯，把所有的零食都拿来，吃完这些才能睡觉。好的。哇哦，好多零食。Great！ 宝宝吃了很多糖。叮，我想要新玩具。哦，成功了。真棒，再来点什么？叮，谁在捣乱？哈？这不是玩具，给我铃铛。想知道故事的结局吗？宝宝终于在妈妈的声音中睡着了。揉青粘土，宝宝踩到并压碎了。塑造靴子，缠绕纱布。用水钻和闪光的心装饰。富豪来预约医生。怎么了？我们去滑雪，宝宝受伤了。我来检查。没事的，病房都是玩具，小病人不害怕了。看，已经好了。金石膏就像一个配饰。医生，我好无聊。交给我，爸爸知道他喜欢什么，他请来女儿最喜欢的歌手。女孩和医生听了他的表演，歌手还在石膏上留下了签名。快点好起来，谢谢，太棒了。将纸张对折成袋子，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手提包。添加翻盖和手柄，可爱的配饰。欢迎来到拉里镇最时尚的精品店。嗨，我们有最好的品牌。下午好，给宝宝买礼物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包包。看看想要什么？可以拿这个吗？好的，亲爱的，包装好了。富有家庭花很多钱买包包。Yay！ 贫穷家庭也来到商店。Hello。妈妈，我想要包包，但我只有几枚硬币。嗯。钱不够。哦，真可惜。别担心，我用纸给你做。好了。哇哦，真可爱。嗯。谢谢。谢谢光临。做拍照亭，涂白色和粉色，一个接一个的变色。旧游戏屏幕是显示屏，顶部带镜头的面板，底部有打印照片的孔。用窗帘装饰房间，很完美。现在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拍照啦。贫穷家庭来散步，天气真好。我们去拍照吧，保存记忆。好的。富有家庭路过，坐在这吧，拍了很棒的照片。哦，我们的女儿长得很像，不会吧？这是巧合吗？哦，我们就像姐妹，真是奇迹。超级富豪一家路过，怎么回事？嗯，哇哦，三个女孩一模一样，这真的是太神奇了。还好我们相遇了。一起拍照吗？神奇的邂逅并非偶然，这三个家庭成为了好朋友。用塑料瓶做滑雪板，
添加闪光部件和鞋扣。不能没有滑雪罩。连接珠子和圆圈，加一个环。拥有这个设备就能去山上度假了。富家女邀请贫穷家庭去滑雪，展示她的新爱好滑雪。别担心，很简单，我教你，看怎么样？我也想试试。滑雪板准备好了，给你。特蕾莎很会滑雪，十分专业，第一次玩就会了。哇哦，好厉害！富翁注意到了贫穷女孩的天赋。嗨，你必须坚持下去，我们拉钩。Yes， 我要骄傲地给你颁发奖杯和锦标赛的奖金，恭喜！耶，我们也有钱了。